眼前这一台呢，就是我们这次电子黑板开船中呢最高规的60寸机型。那相较先前介绍过的18寸、26寸、40寸，是不是大上许多？那它的长呢，有129公分，宽呢是103公分，版面空间呢非常大，所以呢，同时很多个人在书写的时候都不成问题。像学校啊、补习班、安亲班、公司行号，就很喜欢用这一台呢来取代传统的白板或黑板，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长时间吸入粉尘，或者是把环境空间呢弄得脏兮兮的。书写起来呢非常流畅，完全没有延迟的现象，字迹显示呢反应超快，用30笔写就跟用白板笔写的触感一样。那换成双用笔的这头来写，就多了模拟写毛笔字的乐趣。字迹呈现呢，比传统的黑板白板呢更清晰明亮，尤其站远一点看呢，更是能明显比较出表面的防眩光处理呢。不管光线从哪里照，视角从哪里看，都看得舒服不刺眼。更大的特色呢，是这机型呢具有局部擦拭的功能，是厂商独家技术，所以呢能针对小地方、小区块呢进行擦拭，所以使用起来呢就跟一般的真实黑板呢没有差别。那写完一大堆呢，你想清除掉也不用慢慢擦，只要底下的按键呢你按下去就干净溜溜，多快啊。另外它还具备同步记忆功能，所以当我连接上笔电电脑的时候，开启它的应用程式，那这边显示的呢就会跟这边是一样，所以我在这边做完第一页的笔记清除，接着做第二页笔记，我做了两页笔记，那当我跳出系统的时候呢，他就问你要不要储存，那你就按 yes， 那刚刚的笔记通通都存进去了，所以我一点开刚刚的两页笔记就出现了，所以孩子呢上课就可以专心听，那漏写的地方呢我们就寄电子档给他就好了，那这样子开会跟上课呢是不是就更有效率了。不过随着尺寸变大，功能提升，所以呢它的制作成本也跟着拉高不少，那比较先前的18寸、26寸、40寸价格要高上许多，所以一台售价呢含运含基本安装要27500，所以呢大家可以考量自己的需求还有呢自己的预算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机种。